你们猜我在做什么？我刚才哦，在学院泡米咯，我的手被热水烫到，那个水是滚的，刚刚滚好。我倒进杯的时候，它全部冲出来，倒到我的手，我手被烫伤了。我正在用冰块来。Hello， 你好，我的小熊。你看我的小熊，我有孩子啦，我去年就有孩子啦，他现在已经1岁啦。很 Q 啊，小熊。我手很痛啊，放冰，很痛啊。我给你们看我的欧巴们的照片。晚上我睡觉，我就把这个啊，放在我的床旁边。晚上我睡觉就看着它，有时候看凯文啊，有时候看那个人。有时候看这个人，他叫真阳，他叫真阳，就是他。那个欧巴，这种欧巴。凯文的弟弟。